我们当年我记得是2004年，应该是当年带着子怡去希腊拍封面，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取火种，好像带到下一届2008年的北京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，是因为太难了，嗯，我们已经开了希腊大使馆给那边文化部的信，嗯，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正式的文件，啊，嗯。就是很多意外，但是那个时候希腊罢工了以后呢，就不上班了。那个时代可能没有现在的 email 这么方便吧，嗯，还是怎样？所以说打不出来。他们要进卫城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官方的，那个，对，官方的证明，啊。但大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去策划的。嗯，那个时候冯海老师啊，然后子怡和子怡团队啊，嗯，李辉老师啊，就是这些摄影师啊，嗯，就是真心的是。排除万难，没有当地的协助，就在车里换了衣服，像游人一样穿着礼服，然后进去拍摄什么的，就真的是很辛苦。我觉得我干了整整25年，我在时尚去讲述这个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很多历历在目，我们讲不完。